巧克力慕斯蛋糕，再来个上面这个菲利罗的。下面是巧克力慕斯蛋糕，纯纯的高热量啊，脏脏蛋糕，早上来吃的小熊全都是巧克力啊，来开吃。太好吃了吧，今天把它全吃掉啊，上面是巧克力，好吃。
Hello Hello， 我是你们的豆哥，今天我给大家吃小熊蛋糕，先吃个耳朵，巧克力的。我切的好整齐呀、啊！来数一数，它到底有多少层？数对的小伙伴有奖品哦！我纯粹是因为自己想吃这个千层，所以排的这期。